据媒体报道，1月29日晚上，杨超越发文表示，我想胡说八道，但是我不敢。随即开始在评论区胡说八道道，我昨天下午长高了2米，我跳舞已经团队担当了，我甚至觉得我歌声可以出专辑卖到外太空了，我觉得我不可能只是杨超越这么简单，我一定还有别的身份等等。还表示，有些话终归是个笑话，又何必过分当真呢？这个世界其实很简单，就看你如何看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